会的副会长，而且是医务的关监督，在螳螂拳手拳是相传是始作螳螂拳的第一套拳。螳螂拳以其形象取意凶猛表演，敏捷精巧，着力于实战的风格而闻名于世的。梅花螳螂拳由山东鲍光义登传，广东读瑶池，由邝先生是传人，有黄广全、潘孝通、霍明斌的这几位的，而且是都是广州的螳螂拳副会长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是欣赏一下黄广全师傅的精湛。好精彩呀！